当保姆了。在看孩子是吧？免费保姆。这位有口音的大爷还挺逗乐的，自称是免费保姆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听听，请您关注北京申家行。那您是农民吗？农民是农民，您家有几亩地？我这个半农民吧，我在县城那边住，没地。没地了，现在农民就是种地也不挣钱是吗？你几个小孩？两个、一儿一女。对对对。那现在您的儿女就是您的银行。他要管我是银行，不管我就没法了。您今年有？我78。78，这身体真不错。您是山东哪儿的？我山东泰安的。泰安的。泰山泰安是吧？没上班吗？没上班，那没上班，现在也有退休工资吗？没有，没退休工资怎么生活？给孩子看孩子呗，不是给孩子看孩子，那也行。他不管饭，那必须得管饭，不管就不看孩子也得管饭。来多久了？在北京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，就孩子去上学了，您就出来转一转。对，看孩子送完了，我就出来转转。那老伴儿？老伴儿在家里，在老家还是在你孩儿子家？在儿子。啊，在儿子，那也挺好。您孩子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呀？给人打工，做软件，大学毕业是吧？对，那还可以，做软件的 IT 行业挺好。在北京买房了？买房了，不错了。儿子有多大了？14多。您的儿子在这儿干嘛？上班。上班打工哎。肯定挣好多钱。挣多少钱不知道，不管，反正管我饭就行。有饭吃，有地方住就行。他几个小孩儿？他两个。他两个了，不错。